我想要再勇敢再多一点，每个人都试着冒险，都要跌跌撞撞。你有看到他跳舞吗？他是不是很棒？而且他今天彩排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在彩排，然后我只要每一靠近他一公尺，他要退两公尺，好像哎，蔡依林越靠近他越离开。我说我要不要去小巨蛋外面？对，礼貌嘛，礼貌嘛。还是因为害羞，不能接近女色。是没有啦，一定要接近啊。一定要接近啊！现在一定要。还是我现在很可怕吗？啊？还是我太可怕？没有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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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比较 ugly， 你是 beauty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世界停止，让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。如果可以。谢谢维里安，谢谢九零七，谢谢。